最近章子怡、宋丹丹、刘烨这三位大师级演员坐镇演员的诞生，吸引了很多资深演技派去参加挑战。要接受评委老师犀利的点评和全国观众的审视，这样的节目明明是出道多年的演员才敢去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些年轻明星真的是很有勇气，才刚刚上大学接受正规系统表演学习没多久就去了。这个人就是才满十八岁的王俊凯，他已经参加完节目的录制了。从预告来看，几位评委老师们对王俊凯的表现都是赞赏有加。说实话，王俊凯的演技肯定比得了很多演员，毕竟他接触表演时间还不够，这是年纪和经验的客观限制。但是他非常想成为一位专业的演员，有目共睹，他也一直在努力和快速进步。这样的乖巧懂事又努力的王俊凯，难怪拥有众多粉丝。